我是汪，欢迎到一乡堡温泉伺服器。今天这一集的拍摄当下、是七夕情人节哈。那一乡堡这边呢，他们是有办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在小编的秘密小房间里面会有情人节一厘巧克力给我们吃。所以今天汪的目标就是走到那个秘密房间，然后扑倒小编，吃走那个一厘巧克力这个样子。光是逛那个秘密房间的话，感觉今天时间会非常的短哈，所以我还要顺便来逛完这个主大厅这个样子。那在今天这一集开始之前呢，请各位留给汪1500赞的喜欢，让汪知道你们希不希望汪在情人节的时候穿女装给你们看哦，真是恶心。那因为主大厅它非常的庞大哈，所以今天我请了一位这个伺服器的老屁股来带我导览一下这个大厅都有一些什么彩蛋秘密哈。他在哪里？哦，我们看到他了，不是熊猫团团的团团，你好。那我们之后就统称他为团团这个样子。那现在伺服器又被 DDoS 攻击了，所以我们会变得比较卡。那先请团团带我们去小编的小小房间啊。好，我们要慢慢带着他走。哦，我们到了，这是哦，我们要穿越这里哦，好好好，我们穿越到这里来。那小编的职业粉哦，我看到了好多玩偶，天哪哦，这些都是小雨画的吗？哦，来看一下，小雨画了好多伺服器的好伙伴的画画哦，这上面还有小编呐、绿色头发跟红色头发好像是乌鹿跟玉桶的样子哈、其实汪分不出来哪个是哪个这个样子哦，就在这个后面吗？团团。腾腾，我们要进去了吧？小编的房间，出入请顺手关门哦，好好好好，关门关门关门，感谢腾腾，我现在要跟小编做害羞羞的事情了。小编你在哪里？小编看一下哦，一乡堡温泉9周年纪念蛋糕哦，好哎好哎，但是我们应该不能拿起来哦，是这个香香对不对？我摸得到吗？哦，我看到了，小编的一粒巧克力，七夕情人节，还有一个勿忘草，哎，这个是夏季2020的东西，嗯，怎么会是2020呢？今年不是2021吗？那就先到处看一下吧。哦，这边还有一个小编的头颅，这边有个香香哦，迷你小编娃娃叫高追舞，然后是小雨制作的哦。哦，我获得小编娃娃了，好香哦。是小编准备的小礼物哦，不要告诉别人哦，哈哈，这是我们的秘密，这是我们的秘密啊、那这边还有什么东西？我们顺便看一下好了。哦，有小编养了一个小兔兔，对不对？还有很多很多的中介箱哦，团团也进来了哦，看一下哦，这边还有什么东西？小编的衣服，小编的衣服，好香，好香。那这个箱子没有东西啊，好，关起来就关起来。嗯，这边还会有什么东西呢？哦，小编的秘密画廊哦，是小编哇，不知道这个小编是哪一个画家画的哈？9岁生日，大家一起放烟火哦。这个是小编9岁的时候穿浴袍的那个小雨画的娃娃，是不是好可爱哦？哦，那这后面会不会有画可以钻呢？啊，即使不能钻画，我也可以蹭一下小编。哇，这个小编图画好香哦，好猛哦，好厉害哦！哇，你看小编他看起来多么的妩媚，对他太太太的屁屁。翘翘的，哎呦，这个又是一个不同的小编娃娃，应该也是小雨画的，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造型的娃娃哈。哦 ，AT2 为小编玉桶乌鹿三人画的哦，8岁生日礼物哦，这是小编的8岁娃娃。好哎，那这边还有哦，这个是哦，这个是不知道是哪一周年的全体照，然后做成那个地图会哦，小编的6岁生日会，大家送的礼物跟。这个也太多梗了吧？这是什么？这个是Undertale 的 Sense， 还有一亿跟好多好多的小小东西的地图会。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大大的一字，还有假面骑士跟黑岩射手。这个，这个应该是狐狸卷哦，这应该是狐狸卷。所以这个是一乡堡7周年的时候所有在的玩家的一个纪念大地图会。哇，好猛哦！看到好多有趣的东西。嗨，团团，久等了，久等了。那边还有一个房间哦。那到底红色的是乌鹿还是绿色是玉桶？我其实汪不确定，我有没有讲错？哇，金色的小编娃娃，哎呦，小雨画了好多小编娃娃哦，天哪！哇哦，那边还有一个秘密哦，我看到赫呆了哦，现在 DPS 有点卡，我们进来一下。哇哦，小编的
小房间，然后这边有什么东西吗？哦，这边没有任何的东西。哇、哦，哦，看一下哦，万圣节小编2020跟圣诞节小编哦，这个感觉就是圣诞老公公的这样子，但是小编穿起来就好色气哦。哇，小雨好会设计哦，天哪！那日常服小编娃娃哦，就是我们最常看到的那个看起来很像女仆装的娃娃，然后还有还愿，不要美心，不要。这个哔哩哔哩不能播了，笑死哎、欸！哇，小编的那个生日小编娃娃，还有那个哦，这个是正月宝藏活动的娃娃，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发生的事情哈、哦。那时候娃娃还没有进来，跟9周年小编生日娃娃哦，还有哦，红色的应该是浴桶，然后绿色的应该是乌鲁乌。哇、哦，小编是不是喜欢抹茶？他桌上一个抹茶、欸，哎，他到处都放了抹茶。你看抹茶跟抹茶，然后看来之后要多买一点抹茶来灌爆小编了。那我们逛完了小编的房间哈，啊，刚刚有跳一个成就没给各位看到哈，啊，这个一箱宝这边的这个主大厅啊，会有各种的秘密。我们刚刚到了小编的房间哈，误入香闺。接下来再请团团带我们到下一个秘密地点去吧。那下一个秘密地点的话，哦哦，它是往这边游哦。哦哦哦，这边还要翘起来一下。哦，好，关起来。我看一下，哦哦哦哦，这边有一个按钮，这边有一个酷酷的按钮，我们来按它一下下，然后呢就会，哦，要不要？我被关起来，我把自己关起来了。其实他刚已经帮我开好门了，关门按钮，请随手关成奥头爱你，好好，那我关掉。哦，奥之蜜汤哦，那这边又是一个感觉像是温泉的地方，是不是？哦，所以我可以泡这边吗？这边感觉我泡了之后会有什么特别能力子吗？这边有好多好多的藤蔓哦，天哪！哎、哦，有好多好多的羊头哦，哦，有一个箱子哦，奥头，这个奥头是什么东西？羊头，天哪！我四面都有羊头，莫名其妙的东西啊！我、哦、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叔叔哦，魔女之夜，什么东西？哦，这个奥金，哎、欸，我们之前好像在那个，就是有购买会员的福利的时候，有获得一本这个经书哈、哦。那这边还有什么东西？蜜汤之山奥之汤，哎、欸，所以这其实是第三个汤，它的中介像变成它的眼睛了，天哪！然后这边可以游过去吗？彩云，你游这边后面还有东西吗？哦，这只是一个嘴巴而已。好，那再请团团带我们到下一个地点去哈。好，第三个地点，我们要跳下去哦。这个是通往乌路的道路这边。然后哦，这边是卖东西的这个啊两屉屋哈，哎、哦、呦，还要再跳下去哦，哦又再跳下去 ，OK， 不断的跳下去，好，痛，再跳，哎，我们来插播一小段哈，我们去乌路国看一下团团的商店，因为汪不想让团团做白工来帮我做免费的导游哈，来，我们来猜一下这个哦，乌路国现在会有桶神端火锅的这个音乐哈，好，那团团的店，我们来偷偷帮他宣传一下哈。那团团不知道哈，哦，团团他有在收月营，一组10000块，看大家想不想卖他。还有团团的炼财娃娃，一个40000块钱就可以获得这个很可爱的，看起来像熊猫的，有小脚脚的团团娃娃。那还有他目前现在正在穿的这个 skin 的，这个是 panda 服的款式，这个他还没有开始卖。但是我们可以期待他未来会卖这个样子。好，来给大家稍微光顾一下。这是什么东西？2019年，纪念稿，好贵，好贵啊，团团，好贵啊。好，第三个秘密地点，我们来到了小编的这个祈愿屋附近哈。哎呦，要折返这样走。OK， 哦，好，我蹲下来了。哦，哇。这边好密哦，老鼠洞、切化的欢乐时光、老鼠君、重生旅馆，多人太可怕。幸好在我快被踏成老鼠饼之前，小编讲送我到这里。哦，小编可爱。然后哦，这边这个画可以钻吗？这画看起来不能钻哈。哦，还有箱子，有一个大箱子哎，来打开来看看哦，不能开的箱子哦，有床哎。那哎，彩鱼，你卡到那边是不是就出不来了？彩鱼被卡住了。
笑死了。好，那我们再继续走。那刚刚获得的那个成就看一下好了哦，老鼠通道跟这个奥兹蜜汤哦，它好多次哦，天哪，好多次哦。那彩云你可能要用死棒再回来一下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门开起来啊啊啊！我差点以为我也要像彩云一样被关起来了。这边会不会有什么秘密啊？还是说可能没有秘密吧？往私底下来找找看。我们先到团团那边去哦。哦，这边有一个看起来很像矿车厢的小头颅哦，好棒哦，这个设计感。哦，看一下这边是出口的样子哈。这个老鼠洞，谢谢你的，您看见我们。害羞的老鼠吱吱吱吱叫。哦，各种的那个，哎呦呦呦，是班叔，是班叔，感谢您班叔，谢谢你带我到这里，无限感谢。不是小编带他到这边来吗？然后感谢紫猫，谢谢你帮我填坑。这个紫猫是不是？好哦，有好多好多的工作人员哦。那这边还有哦，一大堆的工作人员，然后又是一个中介箱。看一下哦，这个不认识。这个是谁呢？然后呢，这个老鼠洞看见我们，然后呢写了很多很多的话。大家有进来这个伺服器的话，可以再来逛一下这个老鼠洞哦，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先出去，让团团继续带我们一下吧。出去会到哪边呢？哦，出去到这边还会有话。来看一下迷途老鼠之家，啾啾啾啾，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哦，好爽哦，好爽的老鼠哦，天哪！啊，那我们再看看，哦，哦，好多东西可以逛哦，太多东西可以逛了，天哪！这边还有哦，老鼠温泉，温度刚刚好吗？小老鼠，哇，这边的老鼠也太幸福了吧，天哪 ！OK， 那应该就是要走上去了，跟老鼠之家来说一下拜拜吧。不对，这边好像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逛的，天哪，天哪！啊，好，我是出来了没有？我是出来了没有？好多东西，太多东西可以逛了。这是什么东西哦？这是熔炉矿车哎！天哪，哇哇，这边太多东西可以逛了。然后出来的话会到哦，是小编的哦，出来了出来了。好啦，那今天我们就是逛了主大厅主岛这边的三个小秘密藏点哦。好，听说还有三个秘密藏点这个样子，我们就下一集再来看看吧。留言说，我还是单身狗，伊犁巧克力好难吃，啵啵。订阅汪汪，大赞汪汪，捅爆铃铛，真是汪汪，觉得香香，记得分享，协助汪汪煮点母汤。哦哇哦，小编变钢铁内裤了。